今天啊，哥们儿看了一视频，就是一个破鸡巴马六子，京 A33014，号称你妈了个逼的，跟我这北京人这儿这逼那哥的，来，我这儿告诉你，北京人都骑什么玩意儿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我操你个妈的，看清楚了啊，看清楚这是什么？看清楚了吗？你妈了个逼，你是一条狗，你知道吗？我操你个妈！兄弟们，给我传播出来啊！我让那傻逼见识见识，知道知道什么叫北京人，听见了吗？北京人就这么牛逼，给我看清楚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北京人都是你爷爷，我操你个妈的，你个臭傻逼！你不是喜欢带地域歧视吗？爷爷教教你啊！你更报地址，爷爷找你去，别你妈逼在我面前装逼，少他妈连我们北京人都骂，操你妈的！